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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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，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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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浪花里舞蹈。轻快节奏搭配搞笑动作，看起来超疗愈。这支海草舞短片一 po 上网，立刻成为热门影片。是蔡阿嘎挑战馆长，短短五秒钟就被 KO， 差点连话都讲不出来，同样也是笑翻一票网友。2018年台湾十大 YouTube 热门影片出炉，进榜的除了搞笑片，当然好听的歌声也少不了。歌声搭配气质美女拉小提琴弦乐，林俊杰在大陆节目翻唱了这一首《我们的爱》，一举拿下热门影片第二名。那么最红的影片是哪一部呢？当然也是跟美女有关。听到不会生气，你懂意思？柯文哲一日幕僚影片狂烧，不到一个月，影片创下近千万点阅率，更让幕僚学姐成为国民女神。看看这些上榜的热门影片，不是轻松搞笑，就是和音乐有关。看来现代人压力真的很大，也难怪这些让人看了疗愈放松的影片，总是能够成功吸引大众的目光。记者廖玉志台北报道。